Hello? What's up? What's up? Bye bye. Bye bye.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呢个系第二集。哈哈。WhatsApp channel 嘅哈。希望大家都有听过上集啦。如果你而家发现你未听过，其实今集系同上集有关嘅。有关嘅。系有啲咳。应用嘅罪用嘅话，有啲关嘅。系啦，跟住就断气啦。咁咧。向后跌。我哋系继续延续上一集嘅话题，因为我哋讲唔晒，又唔想太长。唯有剁一剁啦。因为可能三个钟噶啦，如果变咗。三个钟嘅话，睇到 Star Wars 咁得。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分开咗啦。咁希望大家咧就继续收听落去嘅。好，我哋系仲系讲2023年嘅六月啦。上次讲到咩咧？六月呢个回顾啊，去到六月，系六月 Titanic 之后，系 Titanic 之后，即系 Titanic 嗰坛内爆事件之后。咁除咗我哋六月咧，系仲有嘢发生啊 ？YY 佢头先讲过噶，系佢头先讲紧有一样嘢，佢想讲嘅系啊。不过我哋咁啱停一停，系啊，有线有冇？终于 cut 到有线系，因为佢终于 cut 咗啦，佢终于不能够再播啦。其实唔系话有线成个电视台冇咗，但系佢呢个收费嘅牌照，即系 cable TV 收钱呢个呢件事冇咗啦。系啦，佢而家仲有嘅就叫开 TV。嗱，头先 YY 讲紧嗰件事咧，就系终于 cut 到有线啦，系一个 gap 嚟嘅，唔知有冇人系从来都 cut 唔到有线嘅咧？唔系吸唔到嘅，你要千辛万苦咯。还嗰个解码器啊嘛，解码器。仲记得有一次有个人咧，好似发。有发癫啊，贴钱嘛，系即系上去有线嗰度，跟住啲人话真系好大力，即系你记得后屘张继聪又扮嗰条友，我一 cut 咗佢，我一 cut 咗佢，咁唔得，你填张 form 即系我即刻隔篱 confirm 编张 form 出嚟，我 cut 咗佢。因为咧，我谂我唔知道，但系有冇人都系有真系 cut 过有线嘅经历啦？即系有线电视咧系一个收费电视，即系你要去取消咧系要经过万水千山嘅。咁呢个 get 咧即系。可以话系元祖级嘅 Netflix 咁咯，即系你订阅咗，咁 Netflix 随时都 cut 得。咁而家系冇啦，即系以前佢俾旧嘢你啊嘛，要经过一个佢哋接收啦，系啦，同埋咧佢哋嗰个手续系非常之繁复嘅，申请好容易。系申请非常容易，随时行过申请咗。可能你求其喺旺角行街，佢就申请咗翻去啦，系咪？仲送埋俾你添，系啊，帮你搞晒所有。有人嚟免费安装。但系当你唔要佢嘅时候，你分手嘅时候，唉，咁啊。真系难啊！即系你识佢嘅时候好易嘅啫，你撇佢系难。但其实我家人都有 cut 过有线，咁佢有冇试过？咁佢都 cut 到啊，唔难嘅。系咯，佢都 cut 到啊。其实咧，其实你系要揾啱咗步骤咯，即系佢又唔系佢未去到嗰个人。嗱，我觉得好多人咧想沟人打电话去，跟住佢又叫你唔知点样填咩嘢，咁有啲人屋企又冇 printer， 要搞啲搞路，因为佢有实体又要签名。唔系啦，咁嘅嗱，首先有啲人咧未识用 email 啊或者 fax 啊，即系以前可能用 fax cut 啦，而家可能用 email 啦，就话啊你嘅身份证明要点点点。处理即系多嘢搞，系啦，好多嘢搞，但系好多阿叔你知道噶啦，吓即系点啊？啊唔识，因为申请嘅人有啲人就吓，哇！我当时喺你个档口度签个名啫嘛，但系嗱，好啦，佢咧又要你填一张 form， 跟住又要等唔知几耐，仲要咧系一个月前通知，可能即系你唔系话我而家唔要就唔要咁样样，又或者你唔知合约期唔知乜卡咧，又唔可以即系俾扣钱啦，即系咁可能佢哋嗱，我咁讲啦，其实可能佢唔系真系咁难卡，但系你嘅方法或者你冇遵从佢嘅程序，只系会令到件事好复杂咯，同埋佢最烦一样嘢。就是他要交返个盒还返俾佢，同埋嗰个盒嘅所有配件，例如有火牛啊、条线啊，嗰啲线呢可能係唔知去咗边，佢要同你计得清清楚楚，係佢要收返晒所有嘢，而好多人分手分得干干净净，好多人呢就其实呢就要去咗边啫，好烦啲玩啦、啊、可能佢用咗插咗条线，插咗自己条线，嗰条线本身条线唔知去咗边，因为嗰条线可以收返你百几蚊嘅，但嗰句我真係所以嗰时睇张介聪扮嘅时候呢好开心，即系其实。最后呢个 get 就系话啊，而家你咧唔使 cut 啦，因为佢已经执咗粒，自我 cut 咗呢一个做呢个收费电视呢个牌照呢件事，佢已经冇得做啦。好多人都咁笑噶嘛，吓
咁而家又有开 TV 嘅咁嗰啲咧，系啊，嗰个系免费电视嘅牌子，两样嘢嚟嘅，大家。不过佢咧就变咗唔系收费。系啦，你系随时揿嗰个台喺度。都系一个时代结束嚟嘅。因为有线呢个 cable 即系呢个收钱呢个收费咧，细个嘅时候咧，你屋企又有线，好似好威咁嘅。系啊，屋企又有线噶，因为俾钱睇啊。系啦，儿童就喂喂儿童台啊咁样。以前好耐好耐以前系有嘅，男人嘅户主又威啦，睇波啊嘛。唔系，我觉得以前佢的士车确好辉煌嘅，曾经。但系以前咧，细个真系可以睇嗰啲电影台，好开心噶。系咁噶，我的电影台系我个电影招呼嚟噶。虽然佢电影台真系好废嘅，但唔紧要，佢令我背咗好多周星驰。有啲人就话：，妖睇埋晒啲旧片。咪睇下睇下周星驰嗰啲，成日我就系中意睇周星驰。佢免费嗰啲就好，即系好旧或者系不停重复咯。所以有啲人就嗰阵时候免费，扯你唔收钱嗰啲台冇嘢好睇嘅咁咯。系，但系对于一个青少年嘅我嚟讲，就狂睇电影台。我以前最记忆咧，有线咧系即系佢系有即系免费嘅电影台不停咁播啦，系咪？唔系免费咯，唔系即系佢有啲系唔收钱噶嘛。但系咧佢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嗰啲人嚟咧嗰啲咸片啊。咸片系啊，佢有色情台噶，定咩嗰啲啊？佢入密码先去到，即系佢有呢个成人台，成人台啦，是即系佢总之佢有呢啲咁样嘅、OK 嘅频道啊。你普通平时你睇嗰啲咩 TVB 啊、新闻啊、线报呢啲嘢噶嘛？即系佢收费电视系包含咧，佢有一成人嘅频道，但系咧你就要有密码先入得啦。当同埋你要俾咗钱先睇到咯。即系佢有啲咁嘅嘢咯，呢个可能系即系当时香港得佢会咁嘅啫嘛。其实都唔使嘅，佢嗰个电台都成日有咸片。诶，咁嗰啲唔系真正嘅咸片嘅。佢讲嗰啲咸片系真嘅咸片，即系四仔嗰啲。同埋佢咧会 cut 咗嗰啲内容噶。系啊，嗰啲。其实佢 cut 咗嗰个中间嗰啲位噶。系啊，好知嚟噶。系啊，因为我记得我睇过一套片，咦？点解中间我觉得以前有一段？我有睇过咧。电影台即系唔使俾拗俾钱咧，嗰个台咧系佢播过嗰啲咩肉蒲团同埋嗰咩，我睇过李丽珍嗰个咯，系啊咪舒淇嗰个咯，我唔系爱睇咩蜜桃成熟时，嗰个即系时装嗰个咧，佢系 cut 咗舒淇噶嘛，系啊，但系佢系你觉得佢系 cut 咗啲嘢，因为突然间跳咗吓，都咁嘅。但系嗰阵时而家系大个睇咧，呢个即系佢话自己十八岁以上之后先睇嘅，唔系你后屘睇翻好鸡嘅。你以前细个得佢熟嗰啲戏都好鸡，好神秘。你以为嗰啲三级片系点？跟住原来唔系咁，因为你细个大人唔会俾你睇噶嘛。咁跟住就觉得究竟系讲咩嘅咧？系、哦、啊。咁但系你又唔会睇接收资讯啦，系、啊、因为你唔系而家咁随时，可能你网度 click 嚟睇到都系你 search 咗。跟住你当你睇翻就吓咁嘅咋？我第一次咧睇翻。即系呢啲叫做咸片咧，佢系咪分享紧睇肉蒲团嘅感受？而家间接唔系肉蒲团，我有同佢一齐去睇过 3D 肉蒲团 3D 啫。嗰个吓，但系完全系 3D 嗰个系咪即系雷海恩爆炸？我哋以为有啲咩 3D 睇，我冇睇过，就睇到阿泽系咁，你真系读嗰篇嘢真系好笑噶，真系好笑。雷海恩爆炸，最 3D 系啲字幕啊！你啲戏院睇噶？系啊，系啊，咪 3D 戏院睇咧，屋企边睇咧？系啊。呢个有咩？又仲有咩 3D 咧？即系佢套咸戏咩？嗰啲箭啊，啲弓箭啊，啲剑啊，唔系咸戏咩？点有箭？有啲器官会 3D 啊？唔会噶，好多人就系以为咧会上啲戏，俾一啲震撼性，杀 3D 雷海恩系咪？系啦，但系点知佢系当时有一个朋友好想睇嘅，跟住嗰个最大家想睇嗰个女主角啦，就系刘海恩咧，佢咧系一个男人嚟噶嘛。我其实冇睇套嘢，我就睇咗啲片段啦。OK， 同埋就系阿泽嗰个影评讲出刘海恩爆咗，系啊，你真系想打，好想笑。嗰啲笑片嚟咯，笑片，就系笑片。原来香港港式嘅呢啲三级片系笑片嚟，一路以嚟咧细个嗰啲都系笑片嚟噶。原来后屘先睇到，幻想以为系几咁咩？我都有睇过舒淇同李丽珍嗰套。其实咧，我想但冇咩好吓咁嘅咋。即系我想讲少少交流流嘅古装片咯。因为佢只要露咗点就系三级啦，系佢冇个 bra， 即系冇睇。但系而家好多唔露点都做到嗰样嘢嗰个效果，但系佢都系二 B 啫嘛。咦，我哋突然讨论啲咸片，下次先讨论啦。好。我系讲完六月，六月仲有一个事情好发生嘅，但系唔喺香港咁担嘅啫，系、okay. 台湾嘅。
哇，花生到一即系一浪接一浪，嗰个都延续咗好耐啦，但系而家仲有。但系你知唔知呢个花生发生嘅时候咧，最有趣系咧，因为我好中意睇星座嘅嘢啦。系啊，咁当时咧就我就睇唐老师咁啱喺之前已经讲咗会有呢啲六月会咁样，系会有啲关于啲道德啦嘅，哦，有啲道德议题有啲冲突嘅嘢会越嚟越咩，同埋有一啲人系讲大话嘅人咧，终于揭露佢真面目，系啦，嗰啲啊。类似啊，黄子佼，系啊，黄子佼又喺嗰度闹唐老师噶，系啊，系啊，又佢话连续爆嘛，佢仲闹唐老师话你有冇咩做过啲咩人？因为一开始唔系黄子佼爆，先一次系树姐辉。是啊，即大家如果睇台湾综艺即我哋睇开康熙就会知啦，系啦，咁一个冚一个噶嘛，系啊，佢徐姐辉，跟住之后又 no no， 跟住又成。跟住就黄子佼，跟住之后一路冚过佢啲黑人啦，啊，甚至乎去到即系范玮琪嗰个老公啦，系啊，严亚伦嗰边男男嘅又烧埋啦，系啊，一路烧落去啦。咁我觉得成坛嘢最有趣出就系，咧，我成日见到好啲台湾新闻剪得好有趣噶嘛，即系佢譬如而家今次到阿尤盛爆炸咧，前面嗰人就会剪条片，多谢呢条友，多谢你爆炸盖过咗我咁，一路多谢落去。咁当然最爆炸嘅就系，我不嬲都几欣赏嘅黄子佼啦，即系我脑里边佢除咗自杀系以前即系讲真劈腿咗即系小 S 同埋曾宝仪呢坛嘢之外，比较大啦。系佢后来都做得见佢都做得几好啊，做咗大叔嘅司仪啊。唔系，其实我有啲感触嘅，因为我喺二月飞去台湾嘅时候见到佢真人噶嘛，佢仲讲咗啲嘢令到我开上台同偶像合照啦。哦 okay，即系当时佢做得好好啊，所以觉得系啊，佢喺嗰成个表演系同埋佢喺台湾其实都系一个好有份量嘅主持人嚟嘅，即系亦都唔系话净系搞笑嘅，佢好认真啊，嗰啲佢有墨水啊，写我写系可以写嘢嘅，其实因为佢咧发生呢件爆出嚟，即系原来佢有咁嘅事嘅时候咧，佢老婆啱啱好似都生咗 B B 啦，有小朋友啦，而咧疫情嘅时候，我有一轮有睇佢老婆嗰个 YouTube 嘅，因为佢老婆有阵时同佢会喺疫情啊，话去边度，即系就讲啊，佢同佢老公平时会做啲咩，咁咧就睇过，我觉得佢哋都几好嘅，同埋我欣赏佢老婆嘅，因为佢老婆都系我睇台湾演员，系啦，年轻啲嘢又变咗。当时居然爆到，其实爆到佢嗰度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我哋知道到啊，好似之前嗰啲人吓佢都咁样。系啊，但最爆系咩？佢突然间自己开咗个 live 咧，嗰个 live 真系好正啦，就讲咗一大集。佢秃头啦，跟住系咪？系都知系秃头。唔系，但系佢竟然将个假发拎落嚟啊嘛！即系佢突然间咧杀赖咁咧。我觉得佢突然间啦，佢就将所有嘢叭叭叭叭叭叭叭咁讲晒出嚟。牌咯，佢突然间反台，唔系佢突然间变咗周润发，系咁射啊！你哋反台。爆晒好多嘅讲人哋即系小 S 啊、大 S 啊嗰啲咁嘢啊，讲一大集啦，系啦，咁当然又系啲你告佢，佢告我啊咁样嗰啲啦。后来就你知错我道歉啊咁嗰啲啦，系系啦，咁咧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实除咗佢，好似 NoNo 仲有一条友都而家系好似严亚伦啦，就系。即都要查緊嘅，即而家係司法嘅，即係有啲案，即係好似案件係查緊，咁所以佢哋當然就唔會再講啲咩啦。咁但係當時就令到我哋，哇！喺嗰邊爆得好犀利喎，七彩喎。咁黃子佼都出咗醫院，翻咗屋企休息嘅，即佢而家都做翻，佢又講翻，佢都做翻普通，即正就係冇再低好低調嘅，係啦。咁啊，未知道再爆成點啊，因為近來。就已經是那個最討論得最多的，當然就是大牙啦，即是那個女仔啦，那個蓋回他的人，是啦，那個再蓋回他，因為他就說黑人即是曾經想搞他啊，那麼黑人還關香港事嘛，就是因為來香港那時候，很多年前來香港的時候啊，那當然也有關乎就是他范玮琪又出來說話啦，又是你又想叫他不要再說話啦，今天才出來說話啊，又說什麼阿本嘛，他不知道总之范玮琪后来又被人家去了那边的，就说他的。是的，因为他就说那些他成日那个是什么拿些油来救火嘛。他次次跟着扫返晒他，但我都不是挺喜欢他。他们好假咯，那个怎么说的形象和那件事其实在台湾已经烂晒的，即是犯人和。最搞笑是他当时就来开演唱会的。他们是犯贱夫妻。正啊，就来开演唱会。取消了嘛。后来都真的受不住。因为你为什么其实呢黑人和范范两公婆呢本来都挺好的。本来是啊，本来打得他，哦，他都挺好啊，真的有两个。
诶妈仔啊，即系家庭啊，形象几好啊，又信教啊，又教会啦，又做公益啊，即系黑人又帮嗰啲人打篮球啊，点知即系各自各犯法唱歌啊，都几好啊，咁样形象都几好嘅屋企。咁但系随住近年有啲嘢就。有阵时候我真系觉得嗰句嘢咧，面就人哋俾嘅，但系假就系自己丢嘅。唔系嗱，首先咧，我第一开始觉得，咦，觉得泛泛怪怪地咧，就系上康熙嗰集。首先，即系第一次，佢上康熙之后咧，佢生完之后上康熙，佢同小 S 好似唔熟咁咯，突然间又话好 friend 噶嘛，同佢追佢都好笑，佢话冇见过你帮你嘅细路换片。我觉得佢哋先，你以为佢哋好熟啦，其实可能先系发生咗啲嘢嘅。小 S 都以为佢哋好熟，系啊，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吓，原来咁有佢又好似黐埋咗另一啲人度咧，咁好似先就借咩他？咁我谂。咁咧，即系佢发生，即系我谂系大牙呢件事咧，令到揭发翻佢哋好多嘢，例如佢哋即系范范咧，又即系同嗰啲即系可能黐金康，定系同啲有钱啲嗰啲一齐嘅，好似暗示佢嗰啲啊嘛。系啦，咁跟住咧，可能佢老公咧，原来卖嗰啲衫咧又有事，又系嗰 Love Life 即系总之佢哋表面即系讲到好好嗰啲，全部都有问题噶。即系好似突然之间发现佢哋剥所有嘢，系佢哋嗰个形象开始剥落。然后咧，我哋仲买过 Love Life 嘅嘢添。有咩噶？你哋有买过买咩？尖沙咀嗰度有买过噶，唔记得咩嚟噶？唔记得啦，好似系 T 恤嗰啲嘅，类似你都资助佢 Love Life， 系啊。所以即系佢哋逐样俾人哋话之后咧，就佢连嗰个演唱会都唔敢搞，因为好多人咧就话。即系唔会睇噶啦，即系当时因为呢个事情爆之前咧，佢喺台湾佢哋已经凑咗朵噶啦，讲咗啲嘢啦。因为疫情嗰阵时嗰啲口罩啊，即系凑过一次啦。即系又系所有点解就系面子人嚟俾嘅，假系你自己丢，就系范玮琪自己又讲嗰啲咩，即系点解台湾唔俾口罩人啊？点解要顾自己啊？咁嗰啲已经俾人丢咗。因为佢老公咧就有阵时去大陆发展啊，话佢哋咧两个都系噶，因为咧就咁咧，可能就即系意思咧，又拉佢中。要奶一奶啦，跟住话又佢哋用啲咩盒子系盗版睇，好啦，好啦，好多呢啲湿湿碎碎嘅嘢发生噶，晒出嚟咯。咁佢当时都好多嘢黐住嘅，即系我初头仲唔系初头，大家谂住疫情过，佢都谂住就疫情过咗啦，口罩弹嘢都冇事啦，谂住唱翻歌，点知又卖唔到飞啦，咁佢真系 cut 咗啦，后屘又佢而家系判咗阿大牙系赢噶嘛，系啊系，咁即系跟住啲人就判佢赢，咁即系佢有做过啦。即系佢话佢冇告佢，但系咧佢即系我意思系咧，跟住最搞笑系咧，佢开始每样嘢揭发就倒翻转头讲佢两公婆其实都有问题啦，跟住就开始睇翻啲小 S 以前康熙原来都暗示咗好多，就抄翻出嚟对比啦，话佢哋即系结婚嗰阵时又唔知点样啊，又话佢咧唔中意打 Kellen 啊咁嗰啲咧，即系会。讲翻佢哋两公婆啊，边有痕迹？系啦，即系佢就会讲翻，咦呢个咁即系其实佢哋唔搞嘢，所以黑人咧就要搞大牙啦。即系偶像嘅，偶像话黑人好需要呢一方面，跟住又讲又楞埋王力宏嗰啲，或者佢玩系咪同埋佢一齐咁嗰啲啦。因为之前王力宏爆炸嘅时候就话系咪佢两 pair 人啊嘛，类似即系有少少即系楞到好多，原来佢哋夫妻系咪有问题啊嗰啲咯。越爆越多啦，最搞笑就康熙成为咗预言啦，成日都揾翻出嚟系，真系讲过。嗱，大家如果想 recap 翻呢坛紧讲，咪睇博仔 TV， 博仔 TV 我都介绍过一次啦，系啊，冇错。YouTube 打博仔 TV 就是博士的博，是博士的博，冇错。好多台湾的热闹嘅新闻，佢有时仲讲埋香港噶，有嘅。Jazz Man 都讲过，佢搞笑，博仔都几中意香港啲艺人，佢都几白，系唔好似我哋咁。佢心谂你都白啦，你嗰啲都识啦。咁啊，呢个吓唔知会应该未，而家就冇再爆啦，即系冇再爆新嘅 Me Too 嘅人啦。咁点解嚟年都系清除旧有嘅人？究竟嗰啲案判成点咧？会点咧？唐老师有。预言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事发生，但就未必是冇咁爆啦，系啦，即系嗰个好颓废嘅黄子佼嘅 live， 即系睇到我就吓，嗰个真系好正啊！哇，咁样系咩？哇，对面正，烧咗好多嘢，烧咗好多笪嘢，好多噶，烧埋唔中意噶，小燕姐都有，系啊，讲晒出嚟，都有好多都有，陶晶莹都讲埋，大家吓，屎忽人睇就睇啦，讲埋陶晶莹同佢曾经一齐过嗰啲啊，即系类似咁啦。我呢个是六月发生的了已经，但是这个花生而家到呢一刻都仲有啊，有少少花生衣咁弹引出嚟啊吓，冇错，预播好七月，七月香港呢，首先就是
Coco 就走咗啦，系啦，阿李敏啦，就系我打个突嘅，因为佢应该都系，我记得我系睇完戏行出嚟，跟住就见到弹嗰啲 push 出嚟，就话佢死咗，即系吓好地地做乜死咗？系咁又系嗰个第一下系咁样嘅，佢都应该系情绪病啦，应该都系，系啊，佢系话佢屋企人发现佢自杀啦，就送咗医院，但系救唔翻啦。咁佢情绪病又即系能牵涉到佢嗰个咁就系啦，讲下讲下，突然之间大家好关注，我先知，咦，原来佢婚姻都有问题啊。系啊，咁其实只脚有受伤啊，即系原来佢脚唔啱跳舞，但我睇佢睇跳成世，原来佢一直都系有问题噶只脚，即系完全唔知啊。我哋咁佢真系好劲，好劲，即系佢你话佢只脚咧，其实系完全。即要做手术咧，啲骨嗰啲嘢系啊，唔啱跳舞啊嘛，其实佢坚持跳舞，系佢跳唱啊嘛，不嬲都系。哇，咁佢点样可以忍到咁耐？真系好犀利！哇，原来每一次佢咩演唱会跳港，你跳几个钟、都好痛噶嘛。咁原来呢就系佢哋不为人知，即系冇讲出嚟俾人听。即系你睇出嚟就哇，好犀利，好靓咁样，唱得好好，跳得好劲，好咁系咯。然后哇，佢有钱啦、咁多钱，哇，佢有老公咁样，大佬嚟啦，个老公又。其实就是可能都系呢啲，就系成日话咩表面风光，其实你唔知佢内里。系你点知道？原来佢老公又玩女人啦，话佢住系住钉屋啊，系啊，就咁你鬼佬通常都系咁。哇！佢嗰个婚礼当时原来系用咗好多钱。系啊，佢当时请记者食嘅嘢都好贵噶。哇！佢咁多钱，话系佢俾嘅，即系佢搞的，所以因为佢要搞的。唉，就系吓好多钱咁，但系佢唔开心啊嘛。佢原来即系调转嚟，佢又有病痛，即系佢又好，即系佢都几有名啦。佢又系奥斯卡唱嘅歌啦，系即系算系，即系佢嘅成就啊，算系喺鬼佬界识嘅华人歌手啦。因为以前咧成日都以为佢系台湾人，香港细个嗰阵时系香港人嚟嘅，佢系香港，不过喺台湾红翻过嚟，即系好多人都喺台湾红翻过嚟，例如郭富城、黎明嗰啲都系。郭富城，郭富城，而家变咗郭富城，系啦，系啦。咁而家其实嗰、那个而家。刘俊谦系咪啊？系啊，都系咁啦，唔系以前嗰只咁，系啊，但系都有啲咯，系啦，回翻嚟咯。不过即系佢死咗之后咧，即系香港咪即系有嗰个追思会啊嗰啲嘢嘅出殡嘅。跟住我记得咧，我睇嗰个电视即系访问，好多人去排队啦，即系好多嚟自可能系内地啊，专登嚟台湾、我记得访问嗰啲人咧，即系嗰个客觉得都好 up 嘅，那个女仔即系可能。是那些哇好細個聽佢啲歌啊，特登喺唔知邊度嚟啊，好遠嗰啲，即係可能咩湖南定唔知咩搭飛機嚟睇佢最後一面嗰啲啊，跟住佢同個朋友即係可能就喺度訪問佢嘅途中咧，都喺度狂喊咯，即係覺得哇好，因為有陣時呢啲偶像啊或者啲明星咧，佢哋突然之間真係唔係病嘅，佢哋自己。有啲事情，自殺即系好似哥哥啊，或者好多咁突然之间走，其实对于一啲好中意嘅人好难接受嘅。佢哋就因为佢哋冇谂过噶嘛，即系唔系我，即系唔系话讲真啦，即系唔系好似妹姐咁系有病嘅，或者系以前罗敏佢系有病啊，即系即系佢都有病噶啦咁样，即系佢哋都系有病，同埋突然之间系啦，话你听吓，佢走咗，佢死咗，点会噶？因为唔系噶，冇理由噶，即系咁咯。我即睇返咁先知道佢一直呢都同啲歌迷可能会喺网上面好正面嘅个感觉。啊、即係会支持嗰啲人嘅。同埋鼓励人嘅。点知佢可能就。即大家就会睇到佢燃烧咗自己就。即佢鼓励人但就可能即冇受到别人嘅鼓励，好似好惨咁。即係可能佢好帮助人，但係佢需要人帮嘅时候呢就帮人知咯。因为平时佢可能太正面啦，啲人唔知道佢需要冇谂过。咁佢系一个明星，可能佢又唔想俾咁多唔好嘅嘢俾人睇嘅。唉，好啦，咁啊，七月仲发生过一件我觉得好吓嘅事嚟嘅，就系、是、咧香港有鲸鱼啦，记唔记得？我知俾人玩死咗，话俾人睇死咗啦，我哋搞到佢咁咯，系真系俾人睇死咗，大家疯狂去睇佢，令到佢死咗。呢件我都唔知系咩，系咪真系因为咁咧？唔系嘅，嗱，首先我都想讲翻咧，佢俾人睇死咗系一回事，但系因为咧香即系嗰个位佢好浅，佢出唔翻去啊嘛，都系，所以佢死，因为太浅啦，所以佢割浅啊嘛，会即系会，亦系一个系啦，同埋嗰一期咧系好多鲸鱼都都系拜拜嘅，就算澳洲都系好多鲸鱼系拜拜咁啱，所以好奇怪噶。
咁可能其实佢入嚟咧都好难出翻去，而加上我哋有好多人去参观佢，更影响佢啦，影响到佢啦。咁佢，唉，佢后屘就拜拜咗啦。我记得当时咧，我即系个网上就睇下我哋连鲸鱼都睇死埋，因为咧后屘就好多人呼吁话唔好再出去啦，咁样样啦。但系可能嗰阵时都已经好难搞到啦。同埋啊，七月仲有一个就系咧有唔系。我不知道打劫不打，就是有个男仔被人遗弃在广华医院。哦，是啊，记得。跟住话咩？希望大家咁样养佢。哇，真系黐线！我睇到嘅时候，我真系第一觉得，仲有人咁样遗弃嘅咩？我唔知咩年代究竟。同埋咧，佢讲紧遗弃嗰个系牛高马大嘅十二岁。系啊，即系唔系话三岁嗰啲摆个篮度嗰啲，即系尼罗河咁样流落去啦，你咁样唔系嗰啲。即系佢唔系嗰只，即系咯。佢十几岁，佢完全讲得出好多嘢啦。其实同埋佢知道好多嘢啦，系咯。即系点解可以咁样咧？同埋咧，最残忍系 OK， 佢可能知道佢俾人遗弃啦。佢后屘揾翻佢阿妈定唔知咩东莞啊？咁系点样？唔知乜噶，即系答案翻佢噶嘛？你要面对翻你阿妈。佢好似系有告佢噶。即系政府系告佢嘅，系嘅，因为你唔可以咁样。但系当时呢件事，即系佢俾人哋遗弃嗰阵时，有好多人就会话：，哇，咁都得，即系我哋要养佢啦，即系养佢个仔，即系留咗喺度啦。香港政府养佢，香港政府养佢啦，咁仲得嘅咁样嗰啲。但系佢后屘系被拎翻上去嘅，拎翻上，即系我意思，佢唔系真系喺度遣返翻，遣返，佢谂住俾香港政府养嘛。啲人就哇，佢咁着数就咁摆低就走。咁又唔系，佢都乜都俾。我即系当时觉得，吓，即系咁都有。好似佢漏嘢就走咗噶咯。系啊，佢即刻走咗啦，撇咁咯。如果我系佢嗰个被遗弃嘅十二岁仔咧，我都唔知点面对我屋企人，翻翻去。你下次掟我远啲啊！你系咪真系好唔想要？系啊，我真系觉得真系好惨。Not good, not good。十八岁之后快啲出嚟咯，冇办法。等多几年，十五岁撇啦，都系我自己走。即系你情何以堪咧？翻翻去，我翻嚟啦咁。好，八月，我记得有一样嘢好 ridiculous 嘅咧，就系钓鱼，记唔记得啊？钓鱼嗰条友死咗啊！北角嗰个系啊，打交咧，好无谓啊！我见到嘅时候觉得，吓咁样你哋钓争嗰个钓鱼嗰个位嘛？话就有一个人就一齐跌咗落海，唔知点样，跟住有一个就死咗啦，救唔翻嘅。咁仲有个，我记得仲有中间仲有个老婆访问翻佢，我睇翻记得，即系话咩佢老公出去钓鱼啊，跟住就冇翻到嚟啦，就走咗嘛，就即系咯，好似突然间就即系已经唔喺度啊，接受唔到。即系所以有阵时就可能你只系落个街就发生嗰啲事情，你真系估唔到。我记得好似唔知系咪话佢哋不嬲都有啲嗌霸位嘅，好似话关于喺嗰度钓鱼嘅位置都睇唔顺超噶啦，可能都有少少积怨。会唔会人问我咩系唔顺超嘅？唔会啩？唔会啩？超咩超咁嗰啲咧？超你！以前我哋讲睇叫超，所以又黑超。九月记得最多有咩？我记得最多就落雨。哦，好似嗰几次嘅打风同大雨都系嗰个月。嗱，九月咧，首先打个风叫苏拉嘅，系啊，喺十号风球嚟嘅，已经系喺九月一号嗰阵时就有苏拉啦。但嗱，打完风之后咧，就开始系唔知七八九十嗰几日咧，就开始不停咁落雨。我就记得每个礼拜定隔个礼拜就打风啊。唔系，佢打完风之后落大雨，大雨落黑雨啊。佢落到几次？你记唔记得去湾仔嗰条路烂晒？我哋有一日嗰条路变咗石，即系变咗泥路啊！我就知嗰个观塘路又浸捻咗啦，下面嗰度。啊，同埋嗰个石澳嗰度，石澳道嗰度好似有个坑冧咗，系啊，所以啲人石澳嘅人要搭船出嚟嘛，即载翻佢出嚟。咁当然就系我哋最正嘅牛奶餐牛奶冰室啦，浸捻咗啦。大仙就超恐怖啦，成个下面浸晒啦。我个 friend 住柴湾环翠嗰度浸捻晒，系啊，嗰个商场嗰度，成个停车场浸晒嘅话。其实好恐怖的事，好似咧嗰个牛奶冰室都系冇几耐之前开翻，佢系十一月尾先开翻，真系犀利。即系由九月头浸处理，搞捻到十一月尾先即系开翻。嗰时咧嗰个浸咧就成系有啲人影嗰啲相啊，见到牛奶冰室嗰个顶嗰啲嗰个招灭顶直头。
系嗰、那个黄大仙咧，嗰度好多垃圾掉出嚟啊！佢好低洼嗰位咧，佢浸晒下边嗰度，地铁都浸晒啦。个地铁嗰条片好劲啊，洪水咁冲落嚟，系系得啲电梯嗰度飞晒出嚟。我唔记得当时我谂落雨啫，唔使搞成咁。黄河咁啊，嗰度即系哇泥斑都爆炸。有啲人就好似话系啲坑渠塞得，同埋咧有啲人就话咧，因为当时咧佢将嗰啲地下嗰啲砖咧封晒胶。哦，系啊，塞去唔到水嘛。以前嗰啲砖系所以最近喺不停铺紧路，有冇见到啊？即系抄翻嚟再铺过。系啊系啊。因为嗰啲本身咧，原来我哋个行紧嗰啲路嗰啲砖咧系冇封死啲缝咧，咁佢就可以疏嘅，疏水翻落去。佢而家变咗胶水啊嘛。系啊，佢黐晒胶水之后，惊人掟砖啊嘛。而家冇得掟噶啦，丢系啊，咁同埋我最正都系落雨落到咧嗰个红山半岛嗰度，哦，成个日日都俾人哋航拍嗰度，日日都影呢间屋唔知点样，嗰间又点样，好似有啲人话投诉啫，话你日日都影我嗰度。嗰几间全俾人哋影晒啊！我哋前几日咪去做嘢嘅，嗰、那个位好似啱啱好望到嗰啲屋。嗰啲屋咩？唔知道啊，可能系嗰边嘅，赤柱嗰边系咪？红山半岛系啊，咁就系而家就喺红山半岛嗰边塌地，即系卖唔去啊嘛。系嗰、那个据闻话叶翠翠啊嘛，豪宅嚟噶嘛。同埋有冇话有一间屋入边原来系？挖咗好多，挖咗三四层啊！见到嗰度系冚晒落去咯。其实佢都惊啦，同埋佢冧晒嗰度之后，都唔知点住。都几恐怖。我谂有排搞，因为你要起翻出嚟，冧晒成忽。我净系知有钱佬嘅嘢，真系我真系唔捻知。唔系佢花咗几多钱整到，我而家要花多几多钱去维修翻 ？double 都唔得啦，系嘛？成俾政府都话翻你扬捻晒，而家仲唔查你啊？即刻嚟！跟住啲人咪就系成日影晒出边究竟有几多户系有僭建咯。住啊嘛，呢几屋几屋俾人睇晒嗰度。大家如果想睇翻当时浸成点咧，可以睇翻 YouTuber 阿 Hebe Face 嗰啲片，就有影。因为佢都系嗰几日即刻就。飙出嚟影，哇！喺度浸晒，喎，入浸晒，就算连嗰、那个西湾河窑洞上面嗰个石啊，仲未搞掂啊！啲人话要有排，仲未整完啊！其实佢清理石揾啲人去，唔得啊！因为咧，佢咧除咗跌咗啲好大嘅石之后咧，佢上边嗰度仲有一啲摇摇欲坠嘅石啊！咁有排整、啊，所以佢到依家都未整完噶、啊。你嗰日我哋做嘢嘅时候去嗰个春坎角嘅，佢话佢前面嗰度系。之前嗰次打风，十年前嗰次打风浸咗，佢系最近先整翻好晒噶，所以系搞好耐嘅。其实唔系十年前，咪就系嗰次咯，咪就系我新闻系咪就系九八月嗰阵时。O K， 但系我听嗱好奇怪，嗰日咧佢系话咧嗰度系冧晒嘅，跟住我搵翻即系嗰个整嘢嗰度，即系春坎角嗰度咧，原来之前咧睇翻新闻系冧晒，就系我九月八月嗰阵时嗰、啊那个啦，呢、這个啦，成个系冧晒一忽啦，又系好似红山半岛咁崩咗咁。咁咧，我睇翻新嗰当时嗰度去嗰度嗰人咧，就话啱啱先整好咋，就系、是、我哋去嗰日咧，佢哦整好啦，终于即系咁样可以用得啦。佢话你早排嚟都唔得嘅，因为我睇翻新闻，原来真系冧晒啦。跟住我就哇，咁但系佢嗰日又话八个月嘅整咗，我都唔知咩意思，所以我都唔知道整好耐嘅系。系啊，原来冧晒山泥。唔知吓，而家个后遗症都仲未完嘅，未整晒咯，未整晒。嗰、那个窑洞咧，我都即系佢话咧，原来因为咁样跌晒啲石嚟，我喺度谂，哇，嗰个访问一个市民咧，佢咪话咧，而家嗰个巴士唔可以经嗰度，佢、啊、落山咯，咁咪有排咯，有排啊。佢又话，所以佢哋而家仲未清理喎，但系车又冇得搭，叫嘢成冇得叫，跟住咧如果买主要嘅道路，要喺下边嗰个站就最要落车，冇咗嗰啲车断晒啊嘛，嗰度而家仲系人力咁样行上去，而家系就仲系咁，系咯，就系十二，究竟几时先搞到？因为我加到嗰个西湾河啲群组嗰啲咧，即系啲街坊就喺度影，就仲未得，系啊，话未整好，而嗰条路系佢哋成日都会用的，因为咧上耀东咧即系个山嚟嘅，你中间。其实好多栋楼噶，中间其实好多位咧，经唔到，即系好多人都冇得。佢哋咪一系就你一系去山顶，即系直头去山顶嗰个巴士站，系因为你落去下边，即系可能搭一啲平台嘅 lift 啊，或者行落去你先得。咁就系啦，夏天热到扑街，冬天冻到扑街。有啲人可能买餸咧，即系唔方便咯。而家都仲未得，唔知佢点样整几耐。有排啊，要整翻条路咧，除咗搬石之外，系。咁另外仲有九月就系嗰我哋最中意嘅林作啊，俾人拉咗啦！林作真系我冇中意，即系 JPS 嗰坛嘢啊，即系话爆炸。林作其实你钻石山嗰台嘢，佢已经发生过一件事啦，佢已经抽着火水。
林作呢个癫佬，我就唔知佢真癫定假癫啦。其实嗰阵时我怀疑佢真癫定假癫，佢读咁多书咧，真系唔知道读咩书咯。即系佢系讲系真啦，定系佢做真系傻啊？嗱，一系你系真傻嘅戆鸠鸠嘅，一系咧其实佢系识心咧，做营造自己系一个傻嘅人，就去抢呢啲咁样嘅关注。对上一次我对佢知道佢系因为佢俾人打啦，打拳咯，我同钟培生打拳，系啦，佢有戆鸠嗰件事都系，系即系两个有，我都唔知系咪呀，唔系咁成功令你注意咗嘛，所以我就话究竟佢系咪即系利用呢啲嘢，只不过系想关注啦，定还是真系傻傻地嘅？唔系，佢系处心积虑，咁佢引起人哋嘅关注，攞机密咯，佢想。O K， 佢但系用呢条路，我觉得好奇怪咯。冇波咁啱 J P 先要濑嘢，你有冇听过红黑都系红啊嘛？明唔明啊？即系我意思佢就我唔好明佢嘅，佢专登嘅。咁佢但系佢因为都系因为呢件事咧，佢而家真系冇乜声气。因为佢哋而家审紧啊嘛，案希望佢真系吓暂时吓呢啲人呢一世都可能会听到佢讲嘢噶，无赖系唔会死。我最顶唔顺系佢成日攞佢老母同佢条女出嚟，跟住又讲嗰啲即系，诶佢两个即系讲埋晒啲嘢出嚟，讲俾人听嗰啲私事啊嗰啲嘢啊。所以入去唱有人问我我就会讲。即我唔同埋佢成日就即係攞一啲新聞就亂咁讲呢，即好似朴转石生嗰个佢就当时着咗。抽水嘛。即嗰啲就开玩笑就有时开错咗囉。即但我心諗大个人老实都未生埋。佢唔会觉得开唔开错㗎，有人讨论乜嘢。佢最紧要有人讨论。但佢唔会諗啱。佢系贱㗎啦。佢呢啲無賴，但佢賤得嚟咧，即係佢係做保險啊嘛，但係有啲人跟佢炒咗啦。咁但係我之前咧都甩咗啦，咁多人跟佢揾食喎，真係有。Well， 真係估佢唔到。佢揾到錢，你揾唔到。係啦。OK fine 咁咯。好，十月都打下風嘅，係九號風球嚟添。係個風叫小犬。誒，因為當時我哋去咗華欣啊。汤系小犬，搞到啲人咧嗰日咧滞留咗喺机场，要几多次搭的士啊？系啦，因为就系冇车。哇，好恐怖！而我哋好幸运系第二日先翻嚟，佢好慢咁样先至话九号咧，啲人咧。就是直情佢系咁影新聞咧，唔好话机场，唔知我而家喺咩荔枝角，我翻唔到屋企啊咁嗰啲啦，开到几皮嘢啊！搭的士话唔知几多千蚊先，都唔搭得冇啊嘛，因为根本佢就唔敢开车，会死火咁大佬啊，仲衰人间，好多水淹咗啲车，系浸到嗰个。不过我有见到有啲身边有车嘅朋友咧，佢哋又趁未九号之前咧，就会载一啲，即系咁啱顺路嘅时候会载一啲。冇搭车嘅人翻屋企嘅都顺路，即系帮手啊！但系个个都系咁，唔系都系啊！因为咧唔系话人就系啦，你唔系话见唔见义勇为，系一定危险性咯，都可能你因小失大，即系可能因为先入咗水之后好大镬真系 ，total loss 咁，所以佢顺便翻屋企嘅时候，我觉得容祖儿有个 I G story 喺个水头，佢出我哋而家冲过去先咁样噶嘛。好似阿 sa 同佢噶，睇完演唱会定咩噶，走啊嘛，佢哋影咗出嚟啊嘛。我都有听电台，咪佢哋就系话翻唔到屋企啊嘛 ，call 即系好耐都唔得啊嘛。每次有一个水淹嘅时候，我哋冲过去啦，咁样冲过去。冲唔冲到啫，系啦，即系其实都唔系你有冇钱，你有钱都翻唔到屋企，差啲都难飞。我话你听，嗰度咁啱落机又翻唔到去，第二日可能要翻工噶嘛，有啲人。如果俾你喺嗰个机场度落机而发现九号风球，你会点咧？我留喺机。我留机场留气到佢完为止。当时啲人话咧，连隔篱嗰个酒店都冇晒富豪啊，咗系啊，唔出奇啊，都冇乜所谓咯。留喺机场，我就觉得如果咁，我就譬如喺个机场度屈一屈，即系啊。但有啲人就可能有好多原因，可能要翻去啦，即刻。所以呢个都系我咧，系唔会去完旅行第二日即刻翻工，我一定假日。冇办法。咁有啲人冇咁多假期嘅，我唔会搞成咁。咁跟住佢。哇！我哋心谂系隔咗就系、是、第二日咯，第二日就翻嚟。跟住哇！如果我哋琴日翻啊，大镬，就要喺度屈蛇。因为我哋第二日真系要做嘢，系冇得放假，仲要咁啱好在好在，你唔讲都唔记得咗呢件事。哎呀，唔好咁问啊，迟啲嘢。我谂今年大家因为落雨弹，而家搞到咯，搞好多屎出嚟。系啊，水浸嗰个太多呢啲事情啊，真系实在。好，十月仲有一个好奇异嘅事，而家冇下文嘅。你记唔记得有个男仔咧，咪失踪咗嘅？搵翻啦，系，但系佢失踪嘅过程就系经历咗呢个九号风球同埋黑雨，
佢冇事，然后揾得翻。嗰件事咧，佢唔会再讲啦。亦都我咧，系啊，觉得啦，因为我听有啲某啲人有啲讲翻啦，其实大家就唔好再问啦，即系嗰啲事就算啦。咁我觉得系当中有啲事佢系唔可以透露嘅，即系可能关于佢自身嘅屋企，佢屋企应该知道呢件事，但系唔讲出嚟，而觉得。所以大家睇呢件事就觉得好奇怪咯，系啊，流流嗰啲嘢支离破碎嘅。嗰啲奇怪嘅事就可能因为佢唔讲得嘅嘛，嗰啲原因而令到讲出嚟，你觉得唔合理咯。即系其实讲真啦，当时话揾咗佢几日啦，又经过打风啦，头先即系讲嗰个风小犬啦，又黑雨啊，又红雨啊咁咧。当时其实咧，我心谂，喂，老老实实应该都好难揾得翻啊。因为之前咧咁啱咧，冇几耐之前有个男人咧都系揾唔翻啦，即系其实败咗。讲真啦，系好少揾得翻噶嘛。到通常大家都听到，喂系揾唔到，一系就揾到系揾到条尸啦。讲真的，系啊，真系几日，即系仲打风落雨、啊，所以啲人咪对比，哇！嗰排嗰个男人都已经有事，呢、這个应该好难噶、啊。系啦、啊，咁但系同埋呢件事啊，系发散晒人，又惊人天上啦、啊。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当唔想佢揾到条尸啦，即系最后揾翻个男仔嘅，成功翻咗屋企，即系安全嘅，清醒，系亦都冇任何瘦咗啲咯，冇任何嘢嘅，系只不过咧就好奇特嘅，佢一件衫都冇出，只可以话系佢惊人天上咯。咁当中嘅事，佢都话佢哋屋企人都即系系啦，好多人都话，咁点解佢会去嗰度咧？好多疑问嘅系，佢点生存咧？你见打打风落雨、啊，咪仲有啲人好认真噶，就情侣系我睇翻度，究竟问翻啲专家咧？觉得佢会唔会食咗呢啲果、啊，可唔可以冲击？呢啲水可唔可以饮嘅？即系好认真咁样分析嗰度啊！如果系点样留低咧？点可以唔系保存体温咧？即系啦，咁我哋应该点咧？其实可唔可以匿埋喺呢度咧？咁嗰啲系啊，冇嘢可以点。我成日觉得最后啲中谷都系咧，其实有咩冇咩特别，就冇一个人上山咯。最奇特系佢连手机都冇带啊嘛，犀利咯，即系而家好少人咧，连手机都唔要嘅。点样点样会咁嘅咧？即系会谂啊！大家都系嗰衫，而咁冻嗰几日落雨湿晒啦，佢声称佢系湿晒除咗。系啊，咁究竟有啲人就讨论啦，嗱，你湿晒啲衫，究竟你系着住啲衫好啊，定系除咗啲衫好啦？因为除咗咧就好冻，但系着住都有人都话，原来咧湿晒嘅衫咧着住系个体温流失得更快，令、啊、你更加冻嘅。嗱，咁应该点好？系我想话佢既然生存到，梗系除晒衫啦。系生存晒都可能好冻嘅，除晒扭翻扭干咗佢，唔好滴水再着衫。我真系唔知道。啊、我觉得中间是有些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即大家不会知道，是他家人或者他才知道的、啊、而那些东西就不会被人知道的了。那我就觉得希望他和他家人有多些沟通、啊、即不要再、啊、因为我看他即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这些事情你当然可以觉得、哎、我即跟家人不啱，或者什么问题你走了去，但是个问题就是你会引起很多人要去救你，要去要去揾你，就好似嗰啲打風去睇浪啊，即係嗰啲咁樣。我認為可以冷靜下，但就唔好有生命危險咯。會令到好多人為咗你而去要做要付出啦，要去揾你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點咯。家人應該要同佢溝通下，佢應該有啲問題嘅情緒各樣嘢啦。屋企人咁青少年又好難講嘅，有陣時真係唔知開邊飯咧。有幾個青少年都好似係中學定咩嘅學生，有啲問題嘅情緒，好多有啲係自殺嘅，所以嗰排咧都開學即係通常都係多，有多呢啲係咧好多嘅，因為開學啦。咁有啲新嘅，佢哋面对新嘅嘢，同埋疫情咧之后咧，之前唔使翻学噶嘛，可能翻学之后又好大压力啊，人嘅沟通嗰样嘢啦，系真系好难。呢个都系一个好搞笑，因为啲有啲即系佢又影翻嗰啲搞笑，千祈唔好讲搞笑，唔该，唔好再讲好搞笑，系好。同埋十月突然之间话听，如果你生仔，俾20,000蚊你，生唔生？超俾咗我先生啦。两万蚊生咗先，两万蚊都唔够养个细路啦。两万蚊都唔够你喺私家医院开刀，咪咯。咁我唔知买纸尿片定奶粉。唔系，我唔知有冇人真系为咗钱去生仔啦。张智恒得唔得？佢大把啦。好似嗰次系咪？摘咗未啊？摘咗啦，摘咗意思佢最尾个仔系咪讲得上嗰两万蚊？我唔记得啦。出系嗰阵时啱啱好似啲人又系笑佢话：，你再生啦，可以咁啊。我觉得好搞笑，系又好搞笑又俾人。你嘅形容词太少，你好贫乏，你都好搞笑。我意思系佢讲两万蚊生个仔，即系你奖励你。你觉得两万蚊系
救咩呢？其实我觉得嗰时咧，同我嘅 friend 喺度倾，佢生咗小朋友啊嘛，即系我就认真讲，其实要点样即系先鼓励到啲人生仔？讲真，我觉得唔会因为$20,000跟住我就吓，其实而家大家即系当可能你有另一半啦，你结咗婚啦，你要谂生唔生仔，梗系谂你究竟养唔养得起佢起啦。好多嘢嘅，你住都系个问题嚟噶嘛，冇位啊嘛，住边有咁多房俾佢住啫？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点嚟噶，所以我觉得既然系咁，你不如系。住屋嗰边帮啦，你俾两皮糖。住屋就冇人帮到噶咯，咁好系啦，根本就做唔到，做唔到噶。唔系嘅，我外国有一啲地方系咁嘅，譬如你生咗 B B 之后咧，你有个细路咧，系会俾啲津贴嘅每个月。系，但系佢做唔到呢件事咧。佢又唔够胆开出嚟啦，唔够胆啊！因为你呢个长远，因为佢而家冇钱噶啦嘛。你一系讲话哦，你生个仔咧，我哋包佢十年。唔系或者学费系唔使嘅，或者譬如六岁之前每个月有1,000蚊、2,000蚊咁啊，得唔得？咁佢唔够胆开啦，因为佢咁做呢件事。如果咁讲，佢有牌，你我个钱就好大咯。系啊，唔系你一系咁讲话即系系啦，譬如有个买尿片啊，买嗰啲嘢有啲钱嘅咁样咯。即系好似嗰啲南亚人有啲券咁啊，或者幼稚园超级市场，或者幼稚园嘅学费系有津贴咯。你嗰个真系东张。那個有腦啊，大佬，佢 work 嘅，不過俾人發現咗啫嘛。佢 work 到噶，佢賺到錢噶，係啊，不過俾人發現咗啫嘛。兩皮我覺得都未足以令到有人，我覺得唔係一次俾兩皮，你係每個月俾兩皮我。哇，太多啦兩皮，你咁啊得，佢應該唔會。你1,000個已經好多錢噶啦，1,000個 B B 已經咁樣。睇下啦。唉，好，跟住我想講奇異嘅事就出現咗啦。11月係冇嘢值得記得嘅。我都唔知道有咩记得，虽然唔系好耐嘅事。因为咧，我睇啦，讲真啦，其实我每次即系我而家第三次做啲 EN 大嘅时候，我都会睇翻每一年每个月究竟发生嗰啲咩啦，然后拣一啲我觉得哦呢、這个可以讲。咁当然其实每一年每个月都好多嗰啲咩杀人啊，唔知呢个路嗰啲就唔讲啦。讲真，除非好轰动啦。十一月系冇嘢值得，我都呢个都唔值得讲，冇特别，冇特别，呢个都冇特别。其实对我来讲呢，上年好像缺一声我没东西记得的，觉得即如果你不说呢，我就觉得咦好像没什么发生过，但没你 rewind 不到，即他不好像前几年哦一定有一样东西很深刻，因为前几年 COVID 过，可能很多东西是、啊、即譬如、我要抢口罩那件事是很大的、okay、或者怎样，或者、这一期很多人中招的这样。十一月唔知，系啊，其实唔系好上个月啫嘛，系但系冇啊嘛，就冇乜特别嘢咯，系啊，真系冇啊。唔系，当然关于我自己嘅可能有嘅，但系即系关于社会系啦，冇乜特别。我自己都有嘅，但系唔系啦，唔系咁样 up 出嚟嘅，唔系呢啲事情。冇乜特别，再飞啊！咁啊，12月而家仲有几日啦。12月暂时我觉得爆出嚟，通常完咗就有噶啦。唔系11月有嘅，我咪睇咗八日之下咯，即系睇。O K， 系啦，对我嚟讲系也是啊，系啊，屌你，冇讲废话，台庆你老尾，边个睇台庆？你话听边个睇台庆？有啲人都唔知台庆，唔系啊，可能有啲人唔知咩台庆系几时添啊？而家边人理？几时啊？11月19，屌你，好心虚咁答11月19，记得但系唔会睇噶啦，而家冇乜兴趣咯，系。我妈好似都，咦唔系我妈有睇，屌有咩？佢好似有睇啊，仲有睇噶？佢有，佢动画有睇啊，屌。哦，因为好多人而家都真系唔睇嘅。嗯，你记咩？你对上睇台庆系几时？不如咁讲，即系你觉得，我记得有一年睇台庆系讲呢样嘢好睇噶，细个好期待睇嘅。Me too， 我都你个脑里边最记得嘅台庆系边一年真系好耐。你最记得嘅台庆系你最记得系咩啊？即系啊呢个我最记得啊咁啦。系咪有一次讲陈豪同陈茵薇嘅咯？有一次有一个台庆摆佢哋上台嘅，有嘟姐做趣剧嘅，系啊有嘟姐嘅嗰年，但我真系唔记得好耐。嘟姐就有年纪，同你讲。我其实咧细个咧，即系我而家谂翻，我嗰次都有同我 friend 倾开，即系讲戏啊，咁啊台庆啊嘛，但系冇睇啊，当然系。我最记得嘅台庆咧。是郑中基同呢个曾志伟嘅，系着咗太空人嘅衫嘅。我好似有，跟住咧佢哋坐咗喺一个太空舱，其实嗰个应该系会系咁倒转嘅，跟住就要喺度反反反反反反转嘅。但佢哋一个倒转咗就俾啲嘢饮啊，跟住倒就倒咗对面噶嘛。呢啲好老土，呢啲好戇鳩，但系好笑。我记得有一个咧系咪揼骨噶？揼骨系咪好多？
系咪好似有地下好滑嘅，先嚟先去啊嘛，你一近纪念噶，但系咧佢哋刘德华噶嘛，你知佢哋瞓喺度嗰啲假脚嚟噶嘛，跟住佢哋懒啊，嗰啲废嘢，反佢只脚过嚟嗰啲，跟住曾志伟又可能扮女人，就帮佢唔知抌过去嗰啲啦，成面都系，成地都系，又唔着鞋啊。我记得有一年个金枝玉叶咯，佢哋着晒金枝玉叶嘅衫噶，有呢个有印象，但我唔即系又系曾志伟扮其他个人嗰啲，因为我细个唔可以睇电视，有肥姐嘅着。晒金枝玉叶嗰啲衫，跟住仲话咩咧？咁肥都见小主唔系嘛？我叫肥主任得，仲有肥姐嘅时候，小生咧就俾人整晒忌廉咁咯，糟蹋咯，真系好老土，讲出嚟嗬。都系同忌廉有，但系而家连呢啲老土都冇咗，即系连着，即系成日都系忌廉嘅就攞，咪蛋糕啊，执到成面都系啊，同埋记得嗰、那个坤哥扮企咯，俾人笑咯。哦，嗰、那个，但其实当时咧你系冇理过，后屘先笑翻啫嘛，即系讲翻佢扮企啫嘛。跟住又讲到真系好惨啊咁咯，就好多呢啲。而家真系冇，最记得最记得系嗰个郑中基嗰、那个，我唔记得啦，都好零碎嗰啲咯。嗰时应该系千禧年嗰啲，即系懒系科幻咁咧。唔睇电视嘅，我细系咁。而家冇十二月，十二月就咁一定系啊，周海媚走咗啦，最近啱啱啦。所以大家就重复睇翻《大闹广场》嘅 OK。嗯，呢、這个我都打得啊，打个突吓。因为佢都比较年轻嘅，其实都未去到即系57咯，即系唔算好老啦咁讲。同埋咧，因为咧本人啊，成日都会翻睇啲嘢啦。我前嗰排先翻睇完呢个《天地豪情》啦，咁都有佢有佢啦。因为其实佢都系细个会成日睇到嘅人嚟噶嘛。唔系佢细个系觉得靓女嘅人嚟嘅。即系由细觉得哇，个女仔好靓，个演员会睇开咯，周海媚咯，佢靓得嚟都有啲演技嘅，佢有嘅，佢有嘅，当然都系小芙蓉，系绝对系你细个一定会睇噶啦，冇办法啦，系啦，冇人睇嘅，会冇啊嘛，都睇过噶嘛，大家都唔知啊，佢冇睇电视有冇睇啊？有冇睇电视嘅人都有睇啊，因为呢套都几多人，因为我大个咗之后12点几嘅时候重播，即系夜晚12点3嗰阵时，系啦，重播大家而家播紧嘅，你哋可以。系啦，人都有 po 出嚟话，见到琴日嗰集都点样点样讲咯，即系话佢哋嗰阵时啲戏又点啊，咁讨论翻。好有趣，因为我觉得咧，而家后来谂翻咧，呢套《大闹广场》咧，对于我一个小学生嚟讲咧，细个睇晒啦吓，即系集集睇咧，就觉得咧，其实佢增进咗好多知识嘅。例如我会知道原来回魂是这样的。原来鬼可以匿埋遮。原来是啊，原来烧啲嘢俾佢咧，佢会着到嗰件衫噶，真系好靓啊！咁呢啲系咩嘅知识？请问唔知啲另类增进嚟做咩？次文化嘅知识咯，唔知增进嚟。即系话听，原来遮入边真系会有鬼嘅。同埋嗰只鬼所以带到把喇叭遮到啦。系啊，同埋呢啲咧，其实咧系冇得教嘅，就嗰啲咩话听咩系因果报应啊，即系前世今生啊。跟住有教你通识啦，不如话即系另类嘅嘢咯，原来咁样。但系呢啲系好旧史嘅通识咯。同埋佢其实某程度上讲真，佢套剧系文初噶嘛，即系打仗之后嘅香港啦。咁当于我哋小朋友觉得，哦，原来以前啲人系咁噶，喺街度即系生活系咁嘅，喺度佢哋讲咩？哦，原来唔系汽水系白领水啊，即系嗰啲。啲 terms 或者一啲當時你會喺嗰度睇得翻。而家咧，我估好少人會做呢一個時代。唔係，同埋我會覺得佢係計小線之後，我覺得係靚嘅女鬼嘛。即係我會覺得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女鬼都係要靚嘅。咁小線之後就覺得啊、哦，小芙蓉都係靚嘅咁咯。即係原來係鬼火咁靚係有嘅。你可以咁講。但其實我想講嗰套劇裏邊咧。我啲人就系小凤仙嗰套衫好啦，所以好憎嗰套，觉得唔得嗰套衫，即系好老土嗰套衫，即系粉红色嗰套啊，知嗰条边系绿色噶嘛，系嗰套衫后屘都好地方有人着翻嘅，有好似小芙蓉嗰件衫，睇下知啦，你知佢哋太明显啦，系咪先？系啊，我其实嗰阵时套戏里面我最中意睇佢系着旗袍啊。哦，白色嗰套啊嘛，系白色蓝色嗰套，揸住条丝巾噶嘛，就系揸住条筋咁，嗰条丝巾成日摄喺架底嗰度啊嘛，佢系嗰啲人好兴噶嘛，即系睇啲剧嘅时候觉得，哇，喺啲旗袍，原来佢哋系咁嘅，哦，原来嗰阵时系咁样讲嘢，啲钱系咁噶，哦，咁。但系除咗呢一套咧，其实《倚天屠龙记》佢做过两个角色噶，佢咪周芷若同灭绝都系佢。冇错，而两套我都有睇晒，因为好睇好中意古装嘅。但系呢个细个咧冇睇嗰套噶。
啊，我有睇啊，都叶童系咯，系啊，我冇睇过啊，但我唔系好中意，因为佢都系配音噶嘛，香港睇翻，同埋嗰时咧，我觉得叶童嗰个 look 咧，好似男人咁啊。即系佢扎咗个髻，其实咧我就唔系好识欣赏叶童嘅靓嘅。我细个觉得佢唔系真系好靓，但系啲人就话佢好靓，我唔系好识。个性，我中意许仙嘅佢咯，我系个性，即系佢自己。以前细个唔识得呢种欣赏系嘛，即系我唔知点解啲人话佢好靓，但系觉得佢靓嘅都。咁而家我睇翻又唔系好差，不过嗰边系周海媚，系周海媚真系好靓。你对家系周海媚，佢成个唔知道导游定咩扎住嗰个头，我见到系欣赏啊，即系可点讲嘅。头佢额又比较高啦，叶棠即系嗰个 look 咧，可能唔靓，好似都唔靓咩啊。唔欣赏啊，因为我睇嘅《倚天屠记》咧系吴启华嗰个，即系我明白我明白明白，我个周志系佘诗曼嚟嘅 ，OK， 同埋黎姿系赵敏，冇错。唔系咁嗰个嗰阵时好红咧，嗰个马景涛咧，系系，当时就觉得佢即系佢哋系，但系当时都觉得好睇嘅。我睇亚视，所以有睇嗰套戏，我有睇过下，但系唔好记得咯，系好少片段。因为学你话斋，佢又系配音，好怪，即系细个好抗拒配音嘅嘢，唔系佢嚟咁好似。同埋咧，我觉得咧。配音是很亮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但是小时候看的时候。但当我2019年的时候他做滅絕書塔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即我看到一些片段咯，网上的片段。说他即之后就做这个角色之前就是他咬成了滅絕師太。对，同埋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就看我看的黄蓉，即是林 Mason 的版本里面，他是做一个配角的，就是做杨康的阿妈的。穆念慈？是啊，好像是他。OK。所以好有趣噶，我就系觉得近年嘅话咧，我记得佢咪唔系杨康阿妈系包惜药，系啊系啊，包惜药。穆念慈另一个靓女，杨康条女嚟嘅，系 sorry 啊，更正。我就觉得突然间系更正更正系。我话我记得即系周海媚近年系咪做过嗰套咧古装咧？嗰啲人啲胸全部都谷到上，冇错，武则天咯，武则天就系佢都有佢其中一个嘛，系喉咙嗰度。佢做杨淑妃啊，放大画面 cut 啦。我冇睇嗰套嘢嘅，不过即系嗰阵时有即系。啲片段可能你記得當時 TVB 版要遮佢哋個胸啊，咪將畫面撐大。但我又覺得嚇佢使唔使啊？佢竟然做即都谷到上胸，都好靚啊，好靚，好靚啊！不過我覺得近年咧，即係。可能近啲十年定系咩？我成日見到佢啲相或者咩，當然佢 P 圖 P 得好勁啦，啲相佢自己都推到好勁嘅。係啊，但係咧啲片點啊？佢就佢個嘴角向下噶。即系好似好苦咁啊，个样有啲，唔知点解。有啲人诶，随住年纪个相都唔同咗。系啊，即系我以前佢成日都好似好苦咁样嘅，向下喺个嘴，点解以前都冇噶，唔觉噶咁咯。咁都系嘅，但系你有冇睇过佢喺亚视最出色嗰啲《中华四海》？系啊，冇乜。我睇啲唔睇啲，唔睇亚视。因为我阿妈好中意睇，所以我跟佢睇晒嘅。咩啊？即系个角色系啲角色，因为《中华四海》主打系睇谭耀文嗰啲，即系佢女，中华四海系男人要得闲咯，系咯。你睇得闲都佢连续几套咁样，《影城大亨》同埋《中环天下》，同埋我就知佢好耐之前已经去大陆拍嘢咯，好早就去咗啦。咁好快就去台湾啦，其实已经一早就移民咗去北京嘅。已经系佢长住咗喺嗰度。我谂最特别嘅系啊，佢话系佢系格格嚟噶嘛，佢系血统嗰啲啊。满族咯，系咯，佢嗰啲。同埋你哋最中意嘅龙过鸡，连佢原来有做過。有陈文静啊，佢咪用只脚嚟开枪啊？啊，唔系佢，周星驰系佢俾人哋开枪，佢扮佢自己打开门，佢扮翻佢系。你做咩啊？嗰、那个佢喺嗰个龙过鸡连做陈文静，都系一个配角嚟啫。系啊，系但系好。都几出啦，但系嗰阵时候我吓点揾佢嘅，估唔到啊嘛，即系我细个都吓点解系佢嘅，同埋我嗰时细个睇就觉得吓佢系基嘅咩，即系 less 嘅咩，即系吓佢咁啊，原来即系你细个捞唔到，其实咧细个睇龙过鸡嘢捞唔到佢嚟，佢同究竟同 Tom 定系做乜鸠嘅，识嘅，因为你细个点会知啫，你谂唔到即系点解嘅，好似男人咁嘅，但系佢又。但梅艳芳着花袜嘅，因为妹姐有阵时候可以男又女，即系你会觉得 feel 系啦。细个唔识谂噶嘛，你会觉得好直线嘅。我借支花袜要烧咗佢咯。我点解妹姐有阵时扮男嘅？咁佢男人定女人咁？你明唔明啊？有阵时佢着低胸衫系女人，即系好女性噶嘛？妹姐，但系佢好似男人，因为同埋佢有阵时佢都有扮一啲比较男性化嘅角色嘅。你觉得呢啲有少少 confuse 嗬？咁佢系男定女人？跟住有石人男人嘅。
又食女人嘅，因为有堂 jam 跳舞，即系点咧？系啊，又食女人又食男人嘅，即系点啊？细个唔明，细个好戆鸠鸠咁，唔识谂呢啲，就系睇谂呢啲剧情啊。哦，你系嘅，佢有佢，唔系你唔会思考落去，即系我咩系咯咩？嗯，跟住嗰啲对白你唔明白，但系照背。系啦，跟住周海媚点解会嚟咗呢度？佢唔系喺电视嘅咩？咁觉得呢个人系属于电视，点会嚟咗？义不容情嗰人做乜出咗嚟呢度？点解会咁嘅？义不容情都好睇噶，我细个都有睇，我好中意嘅。但系我其实我都有啲印象，佢同黎明嗰套之后先睇。你讲金身无悔定金身无悔有啦，金身无悔。同埋高德超最近 po 嗰个求恋期，求恋期都好睇噶，我睇过，$38啊价值，记得系喺 Apple 嗰度啊嘛，可以睇翻。当时个 look 真系好正，睇翻哇咁嘅咁。陈太，我记得我喺有线睇，我好似都系喺电影台睇呢啲咁嘅戏，仲有咩天旋地恋啊嗰啲咧，或者人鱼唔知乜乜嗰个。因为嗰个咧，钟丽缇，钟丽缇系嗰个，嗰个都系嘅。但系我想讲嗰套，嗱，岔开少少先。人鱼嗰套嘢咧，其实我几中意睇咧，同埋好中意睇佢嗰首歌咧，系王菲嗰首歌啊。男主角系边个？而家唔记得。郑伊健咯，系啊，仲金城武噶，同埋加琪嘅，好正啊！嗰套啲勾流流，我觉得嗰套就系勾流流。人鱼啊嘛，大佬系啊，金鱼咁样样噶嘛。而家就做唔到勾流流嘅。但系嗰个钟丽，周星驰都玩过人鱼。但系嗰个钟丽缇嗰阵时咁样。冇绝啦，系佢啦，靓代表作嚟，青春到啊！呢个破坏王嗰阵时嚟嘅，系啊，破坏之王阿丽嗰阵时嗰期啊，巅峰。我最中意嗰首歌就王菲嗰首歌叫《天使》咧，就系影住佢喺一个水池度游，开心咁样噶。佢本人做翻，佢本人喺度游啦，食嘅钟丽缇，唔系噶，佢自己游噶，佢自己游，佢游水好好嘅。咁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啊！嗰首歌又好嚟自加拿大，青春咁样系。好啦，岔开咗啦，小芙蓉去咗啲人鱼，佢讲人鱼讲下啲鸠片，鸠片鸠片啊嘛，下次讲鸠片啊，系好啦，都差唔多啦。咁啊，暂时希望仲有几日就完嘅二三年就唔好再有人死 ，OK？ 我哋次次讲完都发生一啲事嘅，唔知啊，系啊，次次讲完就发生大件事噶啦，冇事嘅，仲有几日啫，屌，冇嘢啩。上次我哋都唔知29号出噶。我唔记得咗，或者你抢先出咗，等佢唔会再有事啦。好啊，抢先出咗佢啦。28号出。我哋有冇啲？我哋嗱，我特登听翻上年嗰集咧，有啲愿望我有做到。系啊，我冇做到，我都冇做到，我有做到嘅原来。你听翻你做咗咩？我听翻我话想弹下乐器嘛。屌你话俾人听，你买咗嗰啲鸠流流钢琴。嗱，我咧系想，我上年系话想学琴嘅。咁我今年的确系有实行到，但我唔系真系去俾钱学琴，因为真系好贵，我知道。嗯，同埋我都见到好多嗰啲学琴嗰啲，就系即系咩学一首歌啊嗰啲咧，咩令你唔知咩两堂学识一首歌。咁大个人梗系学嗰啲啦，系。系咁，但系唔错啊！嗰个台湾嗰个老师有教。我见到啦，系啦。咁后来我就交流咧，唔知大家而家有冇见啲广告咧？你讲完就有噶啦。一啲钢琴嘅日历啊，其实好戆鸠，同日历系无关嘅。周杰伦都有出啊。佢只系一个。你当你一只手咁大一个，得五个掣嗰啲立方体啊，长方体嘅一个钢琴盒咯，因为纸印都七个啦，屌，好似个正方形盒咯，系一只手就可以弹晒噶啦，但系冇低音嘅 ，OK， 佢只有高音同埋更高音嘅啫。咁我就淘，我就叫我唔系淘宝，我拼多多添，屌！你描述出嚟都想笑，跟住之后我就上网玩一啲。钢琴的数字的简谱就跟着来弹下咁咯，即系过瘾。咁、我系我 keep 住弹嘅而家，即系 keep 到咧我左手都弹到嘅。跟住话好劲，可以演奏啦。正啊，咁啊满足咗自己一个小小嘅弹奏嘅欲望啦，可以咁讲。我又同自己讲，如果我新去到农历新年。我仲有呢、這个仲喺度弹紧咧，佢就买多一个右手弹埋左右。我就买一个真系嘅。电子 keyboard， 然后再自己弹，咁、都系几够水嘅。系啊，咁但系而家拼多多呢个$200啫嘛。跟住佢话俾人听佢弹琴就系弹呢个琴，弹呢个啫嘛。O K， 就喺度诶。唔系嗱，上年我记得我讲过类似嘢，但系因为考虑到我冇位置咧，系冇实行买。我唔记得你一直摆咗喺 Amazon 嗰个 list 度。你记唔记得佢讲过咩？听翻有冇讲到咩？佢都话要学弹嘢嘛，哦、但系。系啊，同埋要跳起咯，系咪滑板要跳起咯？有练习到嘅，但我有继续滑板嘅。系诶，佢有继续嘅。系系系，要跳起哦。系啊，同埋我今年仲学咗油画啦，佢无啦啦。
有一幅画咯，即系一幅之前系冇谂过啊，不如去試試之前佢咁最钻研数字油画，数字画油画，大家 search 下啦。系啊，唔系因为油呢啲咧，数字油画咧好解压啊，你只系需要专注哦，点样油咗呢个位，思考点样咩，其实好安静，几好噶 ，OK 噶。咁啊，即系好似之前人哋嗰啲，咪有一本嘢，跟住又系好实粒好实粒嗰啲咯。我知嗰啲咩 garden 啊 ，secret garden， 即系会油好耐咯。但系又唔中意嗰啲，我又中意即系油咁样点喺度咁样，好细油一粒点咁样油好捻耐咁咯。系解压嘅，我觉得系。但系我而家都好想油啊，但系油完之后摆边都系冇。唔系我平时画做乜啫？个 cover 已经系好解压啦。我记得我有个愿望，但系冇做到嘅。系咩啊？你系做咩嘅？就系学电吉他，但系冇。哦，吉他 care， 你部吉他都冇掂好耐，仲电吉他。因为电吉他后屘系有啲难度，因为要去揾人学好啲。咁而我又未真系好。你仲要 set 嘢嘛？即系有架差啦，更加比一个 keyboard 要薄出嚟系啦。即系买个扩音嘅嘢啦，又系啦，即系环境上可能揾一个大空地先做到。唔系，首先一系就我哋个 studio 再大啲，系啦。因为你玩个电吉他就嘈啦，有好多嘢而配件唔系就咁玩。系啊，跟住又你都体会到夹 band 嘅苦处啦，系嘛 ？band 仔真系好难。即系有啲人，同埋我系想揾人学嘅，先学到啊，自学好似有啲。难度要教的那些，但有一样嘢我是做不到的，是什么？但我上年是没说暗暗我自己想的，是什么？上年呢我是想着今年呢要看金融，跟着是没有的，跟着我就看了两三本，即比以前看多了两三套就冇再睇啦，即系仲有系未睇嘅。其实金融我大部分反而喺好后生嘅时候睇过晒，后生即系五廿几六廿岁咁。唔系，即系喺我十几岁年嘅时候，又嚟搬石嗰阵时候，我图书馆租晒，连嗰啲咩《连城诀》或者得一两本嗰啲我都睇噶。嗰啲《雪山飞狐》，《雪山飞狐》都未睇。咁都可以慢慢睇，你有拥有啊，定还是你要买嘅？我冇拥有嘅，我有拥有，佢就会因为咁而买你。我有拥有，我屋企有《天龙八部》，又有《神雕》，有《射雕》。你拥有嗰啲睇咗啊？有《倚天》，我冇《鹿鼎记》，屋企有《鹿鼎记》。我唔系好中意《鹿鼎记》，《鹿鼎记》我由头冇睇过一次，我睇过几次嘅都。我睇过最多，睇得最多应该系《神雕》同《射雕》，跟住《倚天》《天龙八部》。咁你再碧血剑我都冇翻睇啊，但系我第一套睇碧血剑，但系咧，你有冇觉得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对神雕侠侣咧系一个幻想，即、就、系、是、觉得好正嘅。哦，但系大个中意射雕多啲，即系、okay 个人唔同咗年纪，会、哦、你感觉嘅嘢唔同咗咯。跟住 Y 话你讲咩？唔知，我系睇过电视剧。即系总之我冇咁中意，嗱细个中意杨过小龙女，你大个中意郭靖啊系嘛？大个中意黄蓉，唔中意郭靖。郭靖好卵蠢。即我唔中意蠢嘅人，太蠢。佢只系有运嘅，我成日觉得。讲真，咁你呢个目标系咪今年？呢个目标继续暗再讲，唔系你唔系暗啦，你讲出嚟啦。好啦，嗱，睇下到呢个2024，佢就会讲翻究竟有冇睇晒咧。因为咧，我成日觉得我啲偏心噶，即系明明我应该细个睇金融先，但系我睇唔晒佢啲嘢。系，但系反而倪匡咧，即系韦斯利啦吓，唔系袁泽侠啊，韦斯利就只系睇咗几多啊？你有冇数？咩啊！我完成咗啦，完成晒噶啦。喺佢 cut through 喺佢走之前，我已经完成晒，就由头将所有韦斯利全部睇一次。系几多啊？总共几一本啊？佢出咗，即系呢个咁样。都好多，因为佢后来系四字噶嘛，初头系两个字咩？大厦老妈，后来系嗰啲咩劫数难图啊，咩换精成人啊，即系嗰啲变咗四个，即系几多本咯？你我系由头睇一次， okay， 由一开始看，我曾经有谂过由一开始转晒花开晒，系啊，但我断咗啦中间，系啊，跟住我翻转头就，而家前面讲咩边添？系啦，你成日问我，你点解有韦斯利嘅本咧个故事咧系咁样个，系边本话记得咯？系啊，即系唔记得个名，可能记得个故事。你仲记得你问我话呢个思辨下集系咩？唔记得咯，系血统啊，哦、好似系、啊，我记得玩具明明嗰条友讲咩冇本来佢个 ending 系咩无可救嘅疯子，后屘佢精神翻屌。有一个咧，我觉得好离谱啊！新年系咪咧？佢话嗰个纳尔逊定咩俾连嗰只怪兽食捻咗嘛？就算咯，完啦，我屌你啊！跟住我成日都咁求其啊，后边因为维康我又谂住收工，系咯。有一个令我失望吓咁嘅原因，我觉得玩具其实好多都虎头蛇尾啊，玩具系令我好震撼。咁佢系佢其实佢短篇嘅，系你如果比起金融
系咪先？佢一短笔友我都觉得好奇怪，所以我咧就冇咁容易追佢啲书嘅。笔友都几 get 嘅，我觉得。我系因为中意啲古灵精怪，所以中意嘅。同埋我成日谂可以拍喎，呢个 OK 喎，呢个好简单啫嘛。即系我但系有时屎忽人都暗自想再睇翻嘅，即系重复一次又一开始嘅，系好多地方可以睇到。但系一系最难睇。系啊，你要忍噶，我都忍咗好多耐。嗰钻石花我真系，我实体嗰阵时书咧，我真系好，哎呀，屌咁嘅。系同后面啲唔系一样嘅。我唔系好，同埋我有啲相咧 skip 咗蓝血人嘅。我睇过，但系系闷嘅，但系我忍唔到，同埋咧，我成日嗰蓝血人系刘德华，我唔想。你自己幻想咗系啫，我唔中意。蓝血人喺套戏里边系关之琳嚟嘅，系咯，唔系因为蓝血人系刘德华嗰个形象，我知道，但好难睇嘅套嘢，系真系好难睇。好，冇错，我嘅幻想都系关之琳。我投入嘅时候咧，我就唔系好想睇呢个故事，想 skip， 但系佢偏偏喺前面嗰几度。诶，系啊，同埋佢开头嗰啲唔系好关故事。你与白素嗰啲嘛，唔系好关于一啲好似黑帮啊，系烂仔咯，你要忍咯，忍咯，忍啊，但系忍唔到啊，咁我就想 skip 咗睇后面嗰啲。我知你白素都唔好睇噶，系啊，我知道我有开始过，但我放弃咗啦，心谂咁好啦，我最屘竟然讨论，唔系咁你讨论你。再有系咪下年目标系啊？我唔敢讲喎、啊。下年目标我依然都系想睇晒金融。我哋嘅目标可能去旅行，我哋达成咗嘅。系咩？呢、這个都叫目标。呢、這个好好去完咯。呢个容易啫，系咪？有钱得噶啦，有钱有价就去到噶啦。即系你用力嗰啲先难啊！今年我都希望继续啦，我睇晒啲。嗱，佢希望咧右手识弹歌，左手都识弹歌。我而家左手弹到噶都。只要你单手两手一齐弹。唔系两边系唔同嘅嘢，我知两个脑一齐运作。另外一边系 cord 嚟噶。咪睇下佢啦，不过可能呢、這个。过几排佢就弹嘅，冇成功弹，但我睇咗好多集嗰个老师，佢太大未实行 ，OK， 即系睇还睇系咪？系啊，抽抽流血死还死，唔系因为冇钱，唔系首先冇钱买一个即系 keyboard 啦，跟住你要搵一个地方，你长期佢都喺度，你先会去揿噶。如果你要拎又要拆开，嗰个好细嘅嗰个小钢琴就穿咗墙咧，就喺度埋怨，咁冇音嘅。点解好惨就系冇低音嘅？点弹到低音嘅歌？咁你买咯，扭咗。玩谂到新年，我仲系想玩我先买。佢买一个咧，同张台差唔多长嘅得噶啦，唔系佢太大嘅。佢 iPad 可以玩嘅，冇 iPad 买 iPad。咁佢又买 iPad， 又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啦。iPad 嗰个长啲噶，但系咧唔系实体键咧，唔系嗰个 feel 嘅，嗰啲系虚拟嘅啫嘛。唔系呢个意思啦，平面。咁你买一啲可以录嗰啲好细嗰只 keyboard， 跟住驳住个电脑玩咯。我叫佢戴 headphone 会笃咯，我惊嘈到人。佢而家有个缺点，因为嗰部机系冇 headphone。系哦，所以。就平咗咯，夜晚又唔可以玩，唔好意思弹出嚟。但你买个 keyboard 都系二百几，仲有啲好平嗰啲。嗱，你咁样讲咧，唔好再讲啦。我真系，我都系嗰句，玩到新年，我仲系好想玩咧，我先买。例如佢即系 iPhone 个 app， 佢就一路玩。如果我再续玩，啊、我会俾钱嘅。系啊，我而家嗰个 game 玩咁捻耐，冇俾佢钱。玩到第几关？二千几三千好似，真系三千几喎，大佬。佢有一个 game 坚持唔俾钱，即系冇之后玩到我唔会俾钱。冇命咪唔玩咯，系啊，俾个心我咁。可能有人玩噶 project， 你话俾人听啦。project makeover 你咩嚟？讲出嚟一靓笑真系。唔系嘅 ，Candy Crush 都仲有人玩。二千八百三十二关。而佢系冇用过一个实体嘅钱去攞嚟，攞冇钱，冇攞钻石嘅系咪？黐筋俾咩钱？好啦，我讲好多废话添，呢集嚟之后个尾好废。好啦，好啦，希望我下年睇晒金融。我唔敢讲我有咩计划，因为都系实行唔到添，有啲觉得死啦。你要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就系要觉得实行到先会实行到。我希望我跳绳咯，买一条绳但系未跳。你跳绳好嘅时候，咪话一话自我走开。咁嗱，我只系跳就冇话跳几多，同埋跳几劲啊。跳下，因为咁样讲咧，你无啦啦想买条绳跳绳。因为我见到人哋咧 ，IG 人教跳绳咧系好健康嘅，同埋跳绳好容易嘅，咁可能。比较简单又唔使去边度嘅，同埋你自己揾个位跳，即系唔系话哦，天桥底咁。例如我打波都要租场啊，唔使添嘅。系啊，断胶要拎棍啦。咁如果条绳其实已经买咗，但系未跳嘅，因为好冻而家。好啦，关咩事跳咪跳啦，咪好冻好难跳。好，杨怡下，你有冇咩目标啊？我嘅目标系继续都系可以滑板，继续可以断跳啊。哦。
跳到咯，聽冇跳到。我今年進步咗嘅，可以喺嗰個 RAM 嗰度碌嚟碌去，跟住再轉身嘅。我覺得咧，唔好期望太多，但係咧你有做就得啦。我要繼續做呢件事，即係我冇再玩就擺咗喺度咁咧，已經好好噶啦。我下一个大报告翻入而家呢个五指琴，我呢个琴已经冇电啦，跟住系啦，差电啫嘛。好啦，希望佢呢个五指琴变成十指琴，好似有颜色咁，十五色啦，廿四色啦，三十六色，买多一层咯，就唔使打完。好多废话，拜拜，拜拜。Yo, what's up?